主，我们那样的感恩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愿我们都是一群晓得依靠耶和华的人，但愿我们都是一群心中有基督的人。愿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整个的敬拜有你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大家早上好啊！我想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这个过去在南国以赛亚先知，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这样的一切的景象，他看到撒拉佛，看到在那边彼此呼喊，彼此在那边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的烟云。但愿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这里是神的殿，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那样的景象，当然是灵里面可以看见，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什么，但我们仍然感恩神让我们在这个越来越舒适可以让我们专心敬拜的地方来敬拜他。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上帝的荣耀，也像以赛亚看见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敬拜就在我们当中的圣洁的上帝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嘴唇称颂主，我们的心也靠近他，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他。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上帝，起起立，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万军耶和华。我们再多唱一遍，从头再一次。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全地都充满，全地都充满万的荣，万军之耶和华，万军耶。副歌，全地都来充满，但愿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万军耶和华。
主啊，我们欢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眼睛可以被打开，但愿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向你敞开，但愿我们能够今天早上遇见你，但愿这地的百姓因着我们先看见主，我们身边的人也要多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跟圣洁。主啊，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祈求主，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要看见你被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神在神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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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起来，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跟主说要看见他，我要看见你，圣灵帮助我们，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起来，要看见你被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神在神在神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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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我要看见你，要看见你已被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神在神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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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赞美圣洁的主，圣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我要看见主，我们要看见你，同声开口来祷告，向神来祈求，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真实的遇见你，灵里面能够被打开，主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专注在你，主啊，让我们从这世界转离，我们的眼目再次的移到你的身上，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使我们的心能真实意识到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在这里，主，我们也在这里，主啊，开启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开我们的口，主啊，我们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主啊，神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被你触摸，你这位圣洁、荣耀、尊贵的主。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那样的
尊贵却愿意来到我们有罪的人当中。谢谢你，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就像以赛亚先知自己所看见的。主啊，我们仍然是那位被你宝血所洁净的罪人。主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的圣洁，也要赞美你的荣耀，因为你是那位公义慈爱在世上在地上的君王。主，我们真的找不到公义正直慈爱怜悯的王，唯有耶稣你来到我们当中，在地上建立你自己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今天早晨，主啊，崇尚你这位圣洁的主，你这位荣耀的主。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可以继续被你分别出来，但愿我们这一群人是属你的，但愿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基督徒里头有基督，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主啊，不但我们自己看见，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看见。请坐，求圣灵继续来运行帮助我们，叫我们里头有他的爱，有他的喜乐，也有他的智慧，还有他的救赎，他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亲爱圣灵，请来我里面，叫我随时随在有喜乐。你爱能力充满我心中，因为爱能遮掩人过错，真诚待人不分贵与贱，温柔播散和平的种子，不再争竞倒要谦让人，是基督在我身上彰显。真诚待人，真诚待人不分贵与贱，温柔播散和平的种子，不再争竞倒要谦让人，是基督在我身上彰显。上帝的灵从创世之初是生命给半杯造万物，愿你的大能再来创造，愿你大能再造新万民，全地教会遵行你旨意。愿我们祷告如向上升，愿我们身体成为活祭，合而为一在世人面前，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一起来祷告，愿我们祷告如向上升，愿我们身体献上活祭，合而为一在世人面前，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你垂听我们每日我们读神你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每日回应你。主，你垂听有一群人每天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肢体能够更像你来祷告，愿你纪念，愿你成就，愿你圣灵继续运行，将箴言当中所提到的智慧，那个公义，那个救赎，那个和睦，
那个真的在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所有儿女生命当中的实际。愿基督你因着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继续得着荣耀，继续让人能够看见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预备心，或者预备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雅各书的系列。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分享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主题是真智慧可以带来和平。我们把时间交给阙牧师，我们在信息之后有今天早晨我们的圣餐礼，请大家预备心。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啊，感谢主，声音盖过我比我还大。你知道，人与人很喜欢在一起相聚，但是凡是两个人在一起相聚的当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纷争啊，所以。人实在是有时候想想很莫名其妙，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但是在那个在一起当中又必须互相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机会。所以雅各书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每位信徒，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的来生活。今天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第三章第三节到十八节，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与人相处。问你一句话哈，牧师好不好当？讲坦白一句话，没有关系，牧师好不好当？不好当啊，真的是不好当。牧师很容易会怎么样？会得罪人啊。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已经到晚上十一点多了，准备睡觉了，但是电话铃响，你说牧师要不要接？要不要接那个电话？十一点半了哦，要不要接？要接。牧师是啥？二十四小时啊，不停业，就像那个 Seven Eleven 一样，不得不啊，那个电话拿起来接，然后接的时候知道，代志大条了，事情大条了。为什么？有一对夫妇发生争吵，那怎么办？没办法，起来也要。去那个那对夫妇的家里，当来到这对夫妇的家里的时候，跟他们的交谈当中才发觉，他们发生了争吵，但是那个争吵不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啊，是很小很微小的事情。那牧师听他们争吵，然后讲理完的时候，已经快要靠早上一点钟了。那、啊、怎么办？速战速决啊！哦，我是想怎么办，就把那个做丈夫的把他请到旁边，然后跟他讲：“弟兄啊，男人嘛要有大度，和不要跟你太太这样子为了一点小事这样争吵，你知道吗？女人什么比较没有头脑。”头脑比较简单呢，不会去思考那个事情的严重性，没有那个理性去分析，你就大仁大度嘛，不要跟他计较了。
啊，那个丈夫说对，对，然后他又把那个太太请过来了，他又跟那个太太讲，姐妹啊，男人就是这样吧，大出条线嘛，不懂得的，那个情绪上面的一些微小的事情，你跟他讲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哦，就跟着跟牛弹琴一样啊，没有用了，他不会感觉到的。但是姐妹啊，弟兄也是很辛苦的，为了家庭的事情，所以难免会不明白嘛，在情绪上面，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啦。然后这个姐妹说好，然后两个就和好了。那时候已经早上一点半了，他们不是很高兴的，替他们祷告，然后他赶快回家了，因为明天早上、今天早上还有事情要做了。然后他以为处理得很好，两方面的都听他的话，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这对夫妇又为了一点点小事啊，又争吵起来。而争吵的时候呢，这个做丈夫的就说：“牧师就是跟我讲，你就是头脑简单，不会讲那些想那些复杂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们在外面做工遇到的人很多，然后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是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分析，那你们这女人就是头脑简单了，四肢发达了。其实四肢发达，牧师没有讲了，但是呢，弟兄在的。”在生气的时候呢，就会在加油添醋上面。哇，这个姐妹就说：“就是嘛，牧师就是跟我讲，你们这些男人哦，就像的牛一样，不懂得情绪上面，不懂得一些的一些那个情绪上面的那个发展，对牛弹琴。”然后两个人就想：“牧师说，我跟你讲话是对牛弹琴。”然后那个说。牧师说：“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两个想想，全都要把那个啥注意力的观想牧师。原来我们的牧师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处理那个人际关系的当中，到最后会怎么样？本来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都会想到这样：不要得罪人，不要得罪人。但是在不要得罪人的当中，最后这样会这样。我告诉你，会得罪到你自己，你会让你自己成为那个受害者。这位牧师的就莫名其妙的砰砰中枪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方式有一个原则。我不知道你刚刚听了我讲的那个故事当中，你会发觉一件事情。那牧师在处理的当中，他有个原则，他不愿意怎么样？得罪别人，但是他也不愿意让自己让被得罪、被伤害。所以说他在那个当中，他用一个中国人讲的很圆滑的方式，叫做什么？八面玲珑啊！好，有些人说哇，这个人很棒啊，为什么他八面玲珂啊？什么样的人的他都能够对付的，讲服服帖帖的。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啊。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甚至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都会用这种的属事，从人来的智慧来的处理一些的人际上面的关系。但是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考。他首先讲到从人来的智慧，然后他又讲到从神来的智慧。他告诉你。这两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在第三节，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面显出他的善行。”这里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要在温柔的上面。这个智慧所行出来的结果是要好的结果，不要造成着另外一场的争吵。
在圣经里面曾经讲过这一个故事。他说当大卫做王以后，然后他很感念以前的一个亚门王拿辖对他的好处，所以当他听到拿辖死了，他就派使者到亚门国去做慰问。但是当使者来到亚门国的时候，亚门王哈嫩，就是拿辖的儿子，他的一些大臣对哈嫩说：王啊，你以为大卫好心来安慰你吗？不是的，大卫来是要看看你的国里面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看看怎么样将亚门国灭掉。所以哈嫩他一听吓到了，生气了，他就这样用很羞辱的方式对待这些大卫差遣来安慰哈嫩王的这些使者。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两国发生着战争，然后亚门的被灭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的讲话要很小心的，我们的讲话要怎么样，要温柔的，我们的讲话要带来好的结果，不要造成别人更大的纷争。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的智慧不是从人来的，真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的智慧是温柔的，真的智慧是美善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真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真的智慧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当中是温柔的形态，真的智慧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当中是带来好的结果，不是带来更大的纷争，不是带来更不好的恶果。所以在接下去的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雅各先讲到什么是从人来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从人来的智慧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维护自我的利益，而那个结果所造出来的是苦毒。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谎话抵挡真道。各位，当我们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所造成的后果很多时候就是嫉妒，就是苦毒，就是纷争，就是自夸，就是说谎，就是抵挡真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圣经有很多很明确的例子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来讲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旧约时代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的故事。扫罗在开始要当王的时候，他没想到他自己会当王，所以他心里非常的谦卑。当撒母耳来告他做王的时候，他心里说：我怎么有可能做王呢？我是在我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后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然后我们的家族在便雅悯族当中是一个小的，是一个小的族群，不可能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但是当他后来他做王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的利益了。各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到很多的利益我们就很高兴了，要小心了。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得到
更多的利益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什么？害怕会失去啊，害怕会失去。然后在害怕会失去的当中，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会产生怎么样？什么样的心啊？我们会产生嫉妒的心。嫉妒的心一发生出来以后，我们会开始怎么样？跟人产生啊纷争的。然后在纷争的当中，我们开始会怎样？会乱讲话，会自夸，甚至到最后怎样？会抵挡真道。各位，我不是跟你说危言耸听的话，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话，这个是真的话。我们要有智慧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不能从人的智慧来的，因为人的智慧就是告诉你要维护着维护你自我的利益，但是从神来的智慧不是这样跟你讲的。神来的智慧是告诉你你要怎样柔和，神的智慧是告诉你你要在处理纷争的当中你要有好的结果出来。扫罗，上帝给他做王，他谦卑的接受，甚至当他要做王的时候，人在找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大家都找不到，原来他藏在那个器具里面，然后最后他出来做王了。上帝给他一切很平顺，然后他一个仗一个仗的打胜过以后，最后大卫出来帮助他。但是当大卫出来帮助他的时候，大卫跟巨人歌利亚征战，打死了歌利亚，百姓开始看到这个真实的情况，百姓发出了一句高兴的话，赞美的话，哇，原来扫罗我们的王能够杀1000个人，大卫竟然能够杀多少？杀10000个人的力量，哇，他们在赞美，在赞美的当中，扫罗心中开始觉得不平，觉得他的利益受到了亏损，他开始要害大卫。当他开始害大卫的时候，大卫最后逃离了扫罗。大卫逃离扫罗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至少有2次的机会，大卫能够杀死扫罗，但是大卫他没有出手杀死扫罗。圣经告诉我们，在那2次的当中，扫罗说谎话。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当大卫饶恕他的时候，他跟大卫说你将来一定做王的，但是当他一回去以后，一有机会他马上又这样又来杀大卫。人在维护自我的利益的当中，人不止苦读，人也会说谎话，人也会自夸。他怎么样的自夸？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些这么大的利益，不是我扫罗给你们的吗？但是其实这个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大卫的功劳。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大卫能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竟然同我的儿子约拿单一起来欺骗我。扫罗在维护自我的利益的当中，他产生了苦毒，他产生了嫉妒，然后在嫉妒当中他自夸，他说谎话，最后他背离了上帝。在最后扫罗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之前，扫罗已经觉得上帝已经不同他在一起了，他最后没有办法，他去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去找交鬼的，那个是上帝非常非常厌恶的事情。一个本来将交鬼的事情灭掉的扫罗，最后竟然成为
去找敲鬼的人。各位，多可怕，多可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只要用人的方法来寻找智慧，能够跟人际关系处好的话，我们会最后会变成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自夸、说谎话、抵挡真道。所以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各位，我问你们一句很诚实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会给你很多的指导原则？会不会？会。这个世界真的会给你很多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世界取到很多很有用的知识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是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从世界取来的智慧，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最后都是以自我的利益为满足的，最后所带来的可能是嫉妒，可能是苦毒，可能是纷争，可能是自夸，可能是说谎话，甚至最后会背离上帝。你记得吗？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耶稣说了三件事情。他说：“耶稣啊，你现在很饿吧？你四十天没吃东西了。但是上帝是好的，他不会让你饥饿的。所以你可以要求上帝将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说，人能够生存，不是只在这些物质上面自我的需要，人能够生存最后永远的食物是上帝的话语。然后接下来魔鬼又对耶稣讲了：耶稣啊，你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上帝一定会救你的。你现在从那个圣殿的顶上面跳下来，上帝照他的应许，他会使你的脚尖不会碰在石头上面。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试探上帝，因为这个危险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不能制造一个危险让上帝来救我，这个是试探上帝。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很多次就是在试探上帝。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就在他旁边，他在故意制造出一些的危险来试探上帝到底在不在那里。然后接下来魔鬼将世界的所有繁华都给耶稣看了，然后告诉他耶稣一件事情：你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你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你不需要再劳苦了，你不需要再努力了，你马上就能得到现成的最好的。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单单只敬拜我的上帝。撒旦，退我去吧。各位，世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没有错，世上有很多的智慧，没有错，世上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使自己的自我得到满足，没有错，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知识，让你得到现成的
最好的人看到最荣耀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假如这些不是从上帝来的，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到最后真的会背离上帝，会离开上帝。但是第十六节他说，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事情。各位，维护自我的私心的从人来的智慧，它的来源不是从神来的，是属地的，是暂时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它的过程就是嫉妒纷争，它的结果就是扰乱，造成各样的坏事。从人来的智慧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要维护自己的，但是从神来的智慧不是，它是温柔的，它是和平的，它最后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好的。各位，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刚刚原始开始讲的，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问题。当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两个就有问题了，两个就有问题了，互相推卸了，推卸责任。当他们把儿子生出来了，两个儿子亚伯、该隐，就发生了，就发生了的哥哥杀死弟弟的事情。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纷争都是从人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所带出的一个结果。今天有些人讲到美国是世界的警察，你同不同意？很多人讲美国是世界的警察，但是我个人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警察，美国是他美国自己的警察。为什么？因为美国它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最优先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其他的国家不明白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讲美国人很奇怪啊，说翻脸就翻脸了。今天跟你是朋友，然后明天啊就把你打成敌人，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美国从开国以来，他就是一个孤立主义，他一切都是以他自我的利益为最优先的。所以在整个200多年的历史当中，美国都是这样子的，实行这种主义。所以到今天我们有时候会发觉，怎么今天跟美国好的国家，到明天美国会攻击他？为什么？因为那可能已经触犯到美国的利益了。各位，世界的人的心都是这样子的，以自我的利益为最重要，来处理他跟人际关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物质文明再怎么样的进步，人内心受原罪所带来的迫害捆绑乃是一样的。除了接受上帝的恩典的救赎，人最后的结果都是向着灭亡的道路走的。当雅各讲完了以人的自我中心利益为主的这种智慧以后，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苦读，就是嫉妒，就是纷争，就是自夸，就是讲谎话，就是这样背离上帝。然后当他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他讲到另外一种智慧，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上帝来的智慧。在17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真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然后真的智慧是在敬畏上帝的时候所得来的，它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它的过程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它的结果就是结出和平、公义的义果。清洁的意思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不会因为情欲的诱惑所导致的比较的心，而是知道自己也是蒙恩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清洁的人格。和平就是能够忍耐的包容别人，等待公义的果子。温良柔顺就是能够在忍耐的当中顺服真理，行出真理。而满有怜悯就是能够体恤上帝爱人的心。各位，从人来的智慧，它的中心点是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从神来的智慧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啥？是满有上帝的怜悯的心。各位，再说一次，是满有上帝怜悯的心，不再以自我的利益来作为考虑，来作为比较，乃是以上帝怜悯人的心来做那个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谁是我们应该怜悯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来找耶稣，他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然后耶稣接下去说，你要爱人如你的邻舍一样。然后那个人就问他一句话，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啥？叫做啥？叫什么地方？你能记得吧？耶利哥。耶利哥，从耶路撒冷到这耶利哥去，然后在那个当中，他不幸遇到强盗了，然后强盗不止抢了他的钱，强盗还是把他打伤，打得很严重。然后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到，有一个祭司，就是在宗教上面对他有很大帮助的人，从那里经过，但是没有帮助这个人。然后有一个利未人从那里经过，也没有帮助这个人。然后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外族人经过，用酒跟油帮助这个人来疗伤，然后疗伤完了以后，又把他带上牲口，又把他带到一个旅社，在那里让他安养休养。然后在这个处置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跟旅店的老板讲，我现在给你一点钱，然后你帮助这个人，然后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还会再回来，然后到中间你有多花的钱，我回来一定这样完全的这样替这个人付清他所欠你的钱。然后耶稣问这个人说，你看，我问你，谁是这个人的邻舍？
律法师说就是帮助他的人。律法师跟这个被强盗抢去的人，跟利未人，跟祭司，他们都是同样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最后谁成为这个被抢的犹太人的邻舍？不是律法师，不是利未人，不是祭司，是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怜悯不是以你自以为的自我中心一些偏见，上帝怜悯的人是的，是所有的人。他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让我们没有偏见啊！我应该帮助这个人，我不应该帮助那个人。没有，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要有怜悯你邻舍的心，要爱他。在这里，雅各又继续说：“这种处事的方法，要没有偏见。当我们说我们要尊主为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会三心两意。但是雅各告诉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不要质疑，不要三心两意。”然后最后雅各讲的从上头来的智慧，特别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当中，不要的假冒，不要假冒。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真的是不容易，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对不起我讲一句话，我说我们是的见人说人话的，下面那一句不应该讲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称我们自己在，是能够是随机应变的人啊，随机这个应变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一个原则，不要假冒，千万不要假冒。你要用一个清洁的心。什么叫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在上帝在人面前怎样，一个这样。一个没有虚伪的一个真的心。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挂着一个面具，我们不要挂着一个面具，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始有终，人前人后始终如一的做一个清洁真诚的人来处理人际关系。在结论的时候，我要说一些话。我们在处理人际的关系的当中，不要以自我的利益为最优先处理的原则。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从上面来的智慧，在上帝给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当中，他所带来的是清洁，是和平，是温良，是没有虚假，是没有偏见的，是始终如一的，没有假冒的。我们要成为结出公义果子的和平，不要成为纷争的制造者。我们不要比较，我不需要自卑，因为知道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的，如同上帝眼中的同人一样。我们要用清洁的人格，诚实不欺骗，信守自己所应许的来与人接触。各位，我再说一遍，我们要用清洁的人格，诚实不欺骗的信守自己所应许的来与人接触，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一定使我们步步安稳。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两个圣经里面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当南国犹大
快要被灭亡的时候，神差遣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不怕别人怎么样讲他，因为当时的一些假先知出来都是讲犹太不会被灭亡，上帝一定会帮助犹太的。但是只有耶利米出来讲，上帝一定会容许加勒底人来将南国犹太灭掉。他讲的话人不喜欢听，但是他讲诚实的话。最后南国真的被加勒底的人灭掉了，但是加勒底的王尼布加尼撒，他命他的将军说不要动耶利米，耶利米喜欢到哪里去你就让他去哪里，千万不要捆绑他。然后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最后耶利米跟了一群很小群的犹太人在那里，然后这些犹太人在做一个决定，我们是要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这里，还是要跑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他们就来找耶利米，说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要我们留在这里，虽然我们心里害怕，但是我们就是留在这里，但是上帝要我们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会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完全顺服上帝的话语。但是最后当上帝借着约利米跟犹太人说不要害怕，在这里不要害怕，上帝一定保守你们的，但是这些人竟然说着约利米是说谎话的。各位，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后上帝借着耶利米对这些人说，你们虽然逃到埃及去，我一定在埃及将你们怎样灭掉。各位，我们在与人与上帝的诚实信用上面一定要知道，不要违背自己在上帝在人的面前所信守的，因为那是上帝不高兴的。然后我还另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就是当扫罗开始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有一个儿子叫做约拿丹。约拿丹当他看到大卫与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对大卫产生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心，他跟大卫私下一起立约。最后虽然他的父亲扫罗很生气大卫，甚至逼杀大卫，但是在这个当中都是约拿丹帮助大卫逃离他的父亲扫罗对大卫的追杀。最后大卫跑了，然后扫罗王也被杀掉了，大卫重新回到犹太做王。在这个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做了一件事情，他命人去找扫罗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孙子，然后最后他们找到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利。当他们找到米非波利的时候，大卫将米非波利带到他的面前，然后对他说了一些好话。米非波利可能心里会害怕，怕大卫杀掉他，斩草除根啊，才不会春风吹又生。但他没有想到，大卫对他一切的好，大卫将扫罗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给他，给米非波利。为什么？因为他信守他跟米非波利的父亲约拿丹所立的约。大卫在这件事上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最后就是跟我们讲一句话，世人很容易在一切人际关系当中
的处理都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他所带来的可能是嫉妒，可能是纷争，可能是苦毒，可能是夸大，可能是谎言，最后就是背离上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上帝眷顾我们，所以一切的恩惠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不要怕，不要没有安全感，不要害怕别人会把你的抢去，不会的。上帝的祝福是人没有办法从你身上抢过去的。所以说，我们要存着一种清洁的心，用一种温柔的心，用一种使人能够和平得到公义的心来处理我们跟人的人际的关系。然后我们要信守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我们与人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的。而从上帝来的智慧处理人际关系，他所用的是温柔的方法，他所带来的结果是公义的结果，是公平。但是我们必须用忍耐的心，像在雅各书所说的，他是栽种，栽种就必须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结出那个果子，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栽种，更大的温柔，更大的忍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求主让我们在与人接触的当中，我们不是从人所得来的智慧来处理，我们乃是从你来的智慧，因为你的智慧当中充满着温柔，你的智慧当中充满着清洁，充满着柔和，你的智慧当中让我们能够不再假冒，不再偏见，乃是以和平的方式结出公义的果子。求主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也求主让我们真的像你一样柔和谦卑。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啊，也要借着掰饼跟饮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分饼分杯之前，好不好？容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想，来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默想，来准备我们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竟然拣选了我们，你竟然让我们得到那个属天的福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领受这个饼，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被打破，领受这个杯，代表你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以你对我们的爱来对待，来处理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这些人际的关系上面，能够让我们更用清洁的心，用和平的心，用温良柔顺的心，用没有偏见的心，用没有假冒的心，在你的面前来处理这些事情，让这些事情的最后结果都是好的，都是美善的，因为这种智慧是从你而来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制造者，不是一个纷争的制造者。主啊，使用我们在人的当中，能够让人见到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主，
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一起起立，圣经说耶稣被卖的这个晚上，他拿起饼来掰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行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将这个饼掰开，一起来吃这个饼。请坐。再一次请大家一起起立。圣经说，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为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饮这个杯。愿上帝祝福你们，保护你们，看守你们，愿上帝的面光光照你们，赐你们恩惠，愿上帝仰脸看你们，是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阿们。请坐。报告几件家里的事，第一个是我们继续欢迎上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李文辉弟兄，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聚会，洪文辉，难怪我们文辉兄一直往后看，还有一个姓李的跟我同名字的洪文辉弟兄，他是我们马尼拉 UECG 的弟兄，另外。我们的灵修我们继续箴言，这个礼拜把它读完，这是我们每天的灵修进度。我们下一周开始，我们就进入十月。那同时，我们也拿到我们的新一季的研经释义，就在后面。待会应有订阅的，请到后面索取好吗？一定要记得拿。那如果没有拿到的，如果你自己想要自己读的，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进度，我们会有个进度表，一样的进度，如果你没有手册，我想说你不知道读哪里，可以到一样 到前面这边拿这个我们这三个月的灵修进度表。我们下礼拜之后开始会读尼希米，
啊，旧约的尼希米记啊。好，另外这个11月12号将会举行今年最后一次的受洗啊。我们如果有决定要受洗，或者有兴趣想要知道基督真理的啊，都可以向我报名啊。那另外我们今天下午仍然12点半，我们这个婚姻课程、婚姻成长课的第3课“同心同行”，啊，请大家留意哈。那11月1号啊，真爱跟教会有一起，我们有一个活动哈，而且是对外开放，名额有限，所以我们教会自己的人啊，能够赶快报名哈，11月1号的活动。另外，我们教会为我们预备开了一个新的门。有一些注意事项，各位请留意往后我们这个左边，你们左边的这个门做紧急出口，我们平常不开。那个隔壁那个门是通往我们的小厨房厕所的，我们聚会当中就不开放好吗？为了我们的秩序还有那个相机的安全散会后我们才会用这个门。那我们的正门很棒，对不对？我们这个非常感恩，然后我们求主使用，特别让我们进出，我们真的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那进来是用推的，出去是用拉的因为外面是个走道，如果我们出去也是用推的会危险，而且会没有秩序，所以请大家麻烦一下，出去的时候用拉的，进来用推的可以吗？另外我们最近有一些人这个生病所以特别请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多喝水一样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记得戴个口罩，如果你今天忘了带来，我们都会有预备备用的口罩我们为彼此的照顾，彼此自己还有彼此间的健康愿神看顾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有后面我们还是有一些新一季的中信月刊，如果你还没有读到的可以到前面来拿中新一季的整体跟繁体中信月刊。好，我们最后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请我们一起起立。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愿上帝天父的爱，愿圣灵与我们的团契与我们中间每一位同在。上帝祝福你，阿门。